阿姐，你剪个头好不好？给你剪个光头好不好？你想洗个头啊？爸爸，你洗好不好？这里洗老板的了，还是事情给你洗的？爸爸，这剪个头发好多钱？嗯，他们小孩剪个头发好多钱？20块钱了。你洗了个鸡啊？ 要不老婆，你不让帮他先洗了。二姐，爸爸给你剪一个好吗？那我还要这么短头发。你也剪，你也洗个头发。老婆，你毛巾在哪里？你能拿块毛巾给我吗？ 小三毛，小四毛。好，姐。来，这是。厨房。 我会知道的，放心了。等一下跑回去就是了。这儿，这个剪刀呀。对，你看卡通人物、动画片里面的啊，花时间了。 头像长得一下确实有点像啊，比一般时候可能会红一点点。那么的帅，蛮好看的噻。好看的。我儿子自己做的。啊。这个眼睛，这个还有个。 可以的。我老公要一把，这个也不是拿得出来嘛。要紧。我给他年轻了，这个呢，就给我那个毛衣呢。我把这下哈。我给他做的。可以了，好看嘞。你说这个我怎么画的呀？这个哟。哈哈哈哈哈。你挺爽的哈。我不要扎。我要扎。 你给你个什么姑娘妹子？你挂，你拿下来。妈妈，现在几点了？胖了点哦。好看嘞。快去，妈，你去给你妈，好不好？那屁股基本上没得用了嘞。平时多脏啊！你包也没得修吧？ 等下玩了，我就过来帮你。哎，来，我帮你管。那我在哪里啊？啊？我过来找你吧。好不好？我看好清楚啊。啊？快走，快走。我肚子好惨。你要不就到教室，要不就到宿舍。什么时候？要不就是教室，要不就是宿舍。你知道教室得等哦。教室等不着你。